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誰，我們就是上年八樓的闊伯。我上年留住了，今天我們上年有些個可挑啊都在這裡，還有兩個面粉嶺專登邀請我們回來表演，因為上次唱片就是拿了最受歡迎大獎，因為我覺得他們唱得很好的，我對你們表演是100分的。那我不要講多，我們開始了。 1, 2, 3, 4。也没有，一直躲避的藉口，悲伤波大仇为何？